我那个车钥匙反锁在车里了，然后我的小宝宝还在车里，一6个月大的婴儿。啊，我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！当时婴儿是放在婴儿的一个小的这个篮里面，然后放在副驾驶位置。小孩子当时是脸色嘛有点红红的，当时的温度是很高的。绍兴越城区一个小宝宝被不小心反锁在了车里。在征得家长同意后，民警拿出警车配备的破拆斧砸左后侧车窗救人。破拆的时候找了一条毛巾垫在这个窗，在那个驾驶后面的那个窗的那个一角位置，然后防止对婴儿这个造成损伤嘛。开车，开车，打开，打开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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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，这帮小孩子开的，打开。因为处置及时，孩子没有大碍。